前，某知名博主爆料女性杨千羽整容过度，称整容有风险，动刀需谨慎，都说整容是为了漂亮，可没什么事是绝对的。这不，据网友爆料称，唯因昨天下午出现在某卫视新片发布会的女性杨千羽，愣是因为整容把脸给搞肿了，不能以正常面目示人，只能找借口不出席。想想当年的杨千羽，虽然脸型是有点圆润的 baby face， 但在镜头里一点也不违和啊。曝光的照片中，正在整容中的杨千羽整个面部都裹着纱布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看来一定是面部大手术。另外还有杨千羽早期的照片和如今整容后的照片做对比，很明显曾经的可爱圆脸变成了蛇精一样的锥子脸。照片中杨千羽的脸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刀子痕迹，爆料者直言这是杨千羽整容变脸残。网友们见后也纷纷表示可惜，长得不错的女人为什么还整呢？整坏了都。了解更多娱乐资讯，请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，关注五六娱乐官方微博。